哇，这个大。有你麻袋带了没？带了三个大麻袋，菠萝做梦。这不是菠萝，是凤梨。凤梨不是菠萝，菠萝不是凤梨吗？应该都一样的。哇，好甜！咱们分开找，我就不信这整座山头找不到三麻袋。好。哇，过瘾！哇哇哇，这个比我头还大！躲在这里好安逸啊！大哥走了，好。真该不到三麻袋，就这么多了，哎，冲起来！这一半是我去年打的江山，分你一半，这么好？肯定啦，咱们是铁兄弟。假如你有好东西，你会分我一半吗？肯定会啊！早上我看到你买排骨跟鱼，把我的那半拿上来。唉，真够，我回去拿。一个排骨来了，好嘞，菠萝大餐开整。哎呀！老 M， 我饿了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先填一下肚子？先吃点桌上的火锅吧，菜马上好。好，有点肚子啊。好吃，这很贵吧？我这次在美团点的，才几块钱。怎么这么便宜？你不知道吗？4月1日起，每周六都能参加美团周周六活动，上美团搜周六点吃的喝的，超划算，还能领叠叠券，周周减6元，最高12元，可以其他优惠叠加使用。难怪这么便宜，我也要参加周周六。两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？再煮个菠萝汁，可以了。吃饭喽！这菠萝排骨酸酸甜甜，过瘾，肯定好吃的。来，试一下这个菠萝皮，干杯！爽啊！对了，飞哥，昨天我路过，看到你家鹅挺肥的，可以吃了。明天把我的那一半带上来。这不行，咱们不是铁兄弟吗？不行，铁也会生锈。那咱们做不锈钢兄弟，不锈钢不会生锈，铝的也行。免谈。来来来来来，铝的也行。